先开帆布，别有洞天。一株株大麻生长，迅速已经可以卖钱。种子哪里来的？美国的朋友寄来的。对。小小槟榔摊里被当成农场，毒贩在里面种大麻兼卖毒。我这是进偌济啦，我是小地方。 以槟榔摊的槟榔、琴亚等商品当成掩护，复合式经营，实际上卖的是毒品。你说要买琴亚，得到的可能是大麻。我家要几千包了哈。不只有槟榔摊变毒窟，还有外籍女子以卡拉 OK 为据点，拓展客户拉野鸡。也有毒贩大胆的把车停在路边准备交易，被埋伏的远景逮个正着。不叫你家了。 警方在全市搜查毒品毒贩，找到分装原料的源头，一次还抓到195人，其中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就有115人。经统计，查获167件，犯嫌195人，查获各级毒品逾100公斤。300公斤的毒品幸好还没流入市面，槟榔摊、卡拉 OK 小吃店，一个不慎就变成藏毒卖毒据点，不可不防。记者杨三江、景城台中采访报道。 我是陈志根，从采在风灾的摊方断桥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，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持续冲击火花，督促我报道真相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